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即可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右上角的 QR code 是大师的 LINE 社群哈，不管什么样的影片，我都会优先放到这个社群里面。那我们现在继续游玩《新绝代双骄》，1999年宇峻奥丁科技出品的。那我们现在游玩到拯救完张青之后，我们现在要去四海镇。那不是四海镇，是宜昌哦。那可以回去峨眉山吗？我们先去回去峨眉山好了，先出发剧情吧。最近黄河发大水啊，淹没无数农庄，眼见路东比较饥荒，难道老天就这样眼睁睁地瞧咱们受苦？朝廷也怕饥民闹事，前阵听说户部才拨下赈灾款项40余万两呢，有什么屁用？还不是被横江一窝黄花蜂夺走？这些没良心的凶匪，竟发国难财，只苦了黄河灾民。他妈的，送你这些贼人生死不得周全！老兄啊，休休口的，本镇江南大侠江别鹤正聚集武林中的人筹思对策，在玉楼东开酒席呢。你有时间在那边做吗？不如也过去帮些实际的忙。对嘛，江大侠急功好义出了名的，由他出来跟高一呼，集合大家的力量，一定马上把问题解决。难怪我们这边风水好，地理人杰，出了这帮英雄人物，真的是老天有眼。你这家伙成也天败也天，刚刚我听到老天叫我向你要50两吃酒钱，请大伙吃酒去，你倒是给不给？这个，你别为难人家了，咱们都一样赚的是辛苦钱。何不大伙上玉楼东喝上几杯？反正江大侠豪爽是出了名，和店小二叔把账灌他身上就行了。哇，讲人告告，呵呵，把账弄到江北鹤身上，真会算。罗刹刀，反正我们等一下可以拿刮刀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都可以拿刮刀，最强刮刀，西沟的刮。哇，这个场景像楚留香新转的。我买一个。一个那个是海燕镇的那个，喂，你就是那不讲理大叔鲁新金的弟弟吗？在下是，敢问少侠。废话少说，你哥在海燕平安呐。对不起，我哥最喜欢读《三国演义》张飞的故事，还劳烦你报平安一趟，我会一点推拿术把你顺顺筋骨也好。我想老哥他一定从你身上凹了什么东西做抵押，你若是有空，不妨回寒夜一趟，也替我向鲁星星老哥报个平安。工具人，工具人，好，跟他讲话。你别小看我手头这把宝贝，这可是说明书中没有记载的隐藏宝物——刮刀。全部刀具只有这把，具有26段升级的功能，就是打魔王好似切菜瓜一样。只可惜，这就是那把隐藏宝刀。往家永远拿不到手了，哈哈哈哈。然后嘞，干，不是，我不能跟你拿，跟你换，我有竹叶青啊。那你，各位武林中前辈先进，感谢诸位百忙之中仍然腾出时间来此共尝大计。相蒙不才，发帖馆邀送的人为的是什么？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黄河灾情了吧？可怜那些庶民百姓啊！我小时候家乡也犯过蝗害，知道人饿起来的时候，杀人夺食也是有可能的。还好天佑吴朝廷恩将甘露，从四省国库中临时调拨40余万两赈银。明王，咱们平日赋税繁苛，上面怕饥民闹事，就连是
是应该的。可见当朝，当今朝纲不正，大家好像都颇有微词。皇恩深的浩荡，只可惜无此肥类，竟敢妄动朕想，置生民之性命于火炭之中。据闻黄花峰帮众正集结在四海镇河岸，希望武林孔道共同讨伐。对，妈的，打死那些妖孽，算是干上买卖的，也知道关老爷在天上瞧着，回去动劳碌父母的安家老本，这些人不可原谅。请大家息怒，听我一言，就算取回镇军，交回天朝，以目前的官僚作风，配发食养也应经过层层疏扣，到百姓手头的恐怕剩不到四两，可谓是杯水车薪啊！在下斗胆做个释放，愿意倾家荡产，将变卖所得十万两全数捐赠，希望抛砖引玉，大伙共同集资赈济灾民。好好好，豪杰，好汉子，不愧是堂堂的江南第一大侠。大仁大义，无与伦比，我也回去凑些银两，大家一起帮忙。这银由我府上家丁会处理，请大伙多帮忙，为子孙积福。又劳各位奔波这一趟，已经麻烦殿下准备了好酒好菜，要是不着急回去，就请稍待一会，吃个便饭再走，好让蒋某略尽地主之谊。啊，江大侠客气，咱们要刁老一顿。别这样讲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大家一起一场，哪天我破产，搞不好还上贵府求救呢。江别鹤这人叙述成理清楚分明，为人豪侠不拘小节，怎么看都是大侠的风范。夜里难听保证的事，搞不好也是什么江湖中人弄给他，他也算是受害者，只不过出个宝贝儿子，但还活受罪。说正格，恶人又分格调，像我专欺负聪明的人、显本事的，或是奸雄窃骨的是高格，为无心有仇报仇，逼上梁山的是中格。至于黄花峰这帮牵累无辜、贪利劫杀的是下格。黄花峰这帮品格低下、祸国殃民的，实在令我不能接受。好人都饿死了，恶人找谁去欺负？我可要赶到这帮正义之士之前，赴四海镇江岸教训教训这黄花峰。没错，照你这么说起来，的确应该先处理正影之事。蜜汁火腿。我记得这边有一个任务，然后是这个任务：一摔一立一扁舟，一丈一丝轮一寸钩，一曲高歌一樽酒，一人独钓一江秋。其实根据我的经验拿大茶杯装汤面来吃挺方便的，为什么大家都想不通呢？这年头什么奇人都有，还有人搞怪拿杯子吃面？搞怪？你凭什么对未来的趋势提出批评？有胆子到宜昌江岸木质码头旁等我，我们得好好谈一谈。好，我们去江岸等他。好，然后到杯面呢？我的杯面。杯面呢？说好的杯面呢？哦，只是补血用的。嗯，好，走。也不是支线啊，只是买一个武器而已。满起来，满起来！哎，没钱了，可以去打了。哎，刚刚好。他不是说可以跟他打架吗？
我要跟你打架。哎，你不是在跟我打架吗？啊，加强版不是可以跟他打架？啊，怎么样可以跟他打架？还不跟我打？无言，无言。慢着，我哥哥没胆子挑战，就我做面子来奉陪。嘿，嘿，嘿，嘿个屁啊！龙堂，以前玩这个游戏，我都把那个音乐关很小声，要不然太吵了。龙堂，哎，其实我觉得峨眉剑法很强啊。混蛋，你怎么会对客人这么失礼？对啊，攻略一直写不同对话，然后不同刮刀。好，我们等一下选利用，我就会打三次嘛。哎，海大妹子，你横江一窝蜂，黄瓜蜂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都快没命了，还不乖乖交出朝廷的这里？你们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我们黄花蜂已经多年不涉江湖。就算我有出来干 一票大买卖，也绝对没等到截取救灾的银两，会遭天谴的。别在那里装可怜演戏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和尚的规矩，烧饼这大，总要掉些芝麻粒来喂饱咱们这些杂蚁，要是吃太快，可是会噎死，会被你们气死。要是咱们真有银两被你们黑吃就罢，现在分明是有人陷害。不然大回去关帝庙做事，我黄花峰的张道这次正想任何一文钱，我海红珠更有不得好死。那你们呢？若是你们诬赖我们的清白怎么办？钱呐，人家敢在关老爷面前赌咒耶，我们会不会没搞清楚的妄杀无辜？去你妈的蛋！干这行的就比下手狠了，人家才留几滴泪就同情。要我是我真吞四十余万两，要我上大雄宝殿、真武大殿、城隍庙去做事，通通没问题。反正下半辈子过得爽就好。江湖中最重情义，我才不是像你们这种薄言寡信、无耻之徒。别胡扯，我看过关圣帝君降机很恐怖的，刘五哥，你不是有自多心的称号，你说个道理，咱们大伙听你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咱们杀那么多黄花蜂的帮众，他们也杀了我们一票兄弟。不管有无银两，这两者杠上了。更危险的是，没现在不管输赢，道上其他的一定以为钱落咱们口袋。那不是没完没了，偷鸡不倒蚀把米。怕什么？一不做二不休，小伙说我人证物证，弄死这婆娘这清光尸体，没人晓得这档事不就得了？你们这些。这帮大男人只会围攻一个受伤的女孩子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本来打算叫去黄花峰的，没想到到头来是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小仙女还没把事情弄清楚，现在反过来英雄救美，真服了你。哪里杀出了程咬金，知道秘密人不能活。别动手。啊，不是说别动手，你还是动手了。Hello，Jake。移形换影。暴力，暴力女长青，我就是怕你们眼珠看不出来，还叫你们别自讨苦吃。这婆娘，哎呦，提着我腰子哭，我被挺不起来，有事不能做。扎你全家！人家大义有道，你是多行不义，这样才叫老天有眼。闭上你的钩子！啊，好痛！啊，说昏倒就昏倒。海龟，让你振作一点，你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？你说什么不吉利的话？麻烦送我上宜昌渡船。还好，他只是过度疲劳，另外伤并不严重，连心会不快，只要调养几日就没问题的。
你不是先前义正言辞要好好修理黄花风吗？你看人家年轻可爱就是好人了，哼！现在还不清楚事情的真相，还不是你先出手要救人的？不管是不是黑吃黑，看到这般的围攻一个弱女子我就气。总之，先送她回宜昌渡船吧。地之方境。几位客官，何处去啊？我先送海红珠进舱里休息。糟糕，海红珠没有交到目的地。大叔，咱们是途经这游山玩水的，你就带我们到河里随便漂流，让我们享受悠闲似的感觉就好。这条船我包下，钱会照时间算给你。年纪轻轻就把上两个女孩子出来玩，我好羡慕啊。大叔言重，咱们只能算是患难朋友。那红衣女子好像受伤了，小本经营，你们不会给我添麻烦吧？那怎么可能？那女孩子我前两天玩过头累坏了，我进去瞧她安顺了没有。快打，省得这老头子啰嗦，还要硬掰些故事。别今天打扰，还姑娘睡得正甜呢。救命啊！你还说没有麻烦？兄弟们，给我杀光这床上的人！阎王门人都拿锤子的攻击人了哦！有他！哦，很强吗？还好。张青的等级比我还高哎，合理吗？合理，因为我没有练功。糟了，海龙珠跟重复。两位辛苦了，实不相瞒，小女承蒙两位照顾，为父的却有难言的苦衷。你是海红珠的父亲？不惑名叫海四烈，曾掌理横江一窝黄花峰近十年，专门接父祭品。自从我退隐之后，虽然小女曾经试图接掌的位置，可能是太年轻，帮众大伯分崩离析，早就该解散了。这么说，黄花峰已经名存实亡了？也不尽然。看到富人哄抬物价的时候，三五好友一时手痒，还是会临时的凑合干上几票。不过我相信你们一定听说过劫阵营的事。两位想想，劫国库银两是杀头死罪，看海红珠俏皮的样子，当父亲还没给他找个好归宿之前，会干下这种没退路的事吗？这么说也有道理。这次我们被栽赃嫁祸，所以不得不分外小心。我很抱歉，先前怀疑你们假意救海红珠，实则是对方派来的卧底，在小女未清醒之前，不得不试试。没错，果然是混这一行的老江湖，处处谨慎。至于黄方波结在阵营这流言，据我多方调查，是从宜昌传出来的，所以我才买了艘船，假扮船夫，准备调查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对手识破了。不过，怎么连阎王门都找上咱们呢？所以到头来，问题还是出在宜昌。我突然有种很不舒服的想法。假如，江别鹤事实上不是什么江南大侠，而是阎王门的一个部署，跟阎王门挂钩，或许根本是阎王门的头目。这一切就突然变得合理了。栽赃嫁祸，再死无对证，一直都是智慧型犯罪的标准做法。当然，也有别的可能。海大叔，别生气，就会证明的。的确是你们抢走，到现在为止你们还在演戏，不过这个可能性很低，因为要是我抢到这笔钱，一定早就隐姓埋名慢慢享福去了。你说的也不是无可能，不过事实就是事实，我们的清白自有上天垂鉴，随时欢迎你们来查验。既然海大侠有这种雅量，看起来我们先去调查一下江南大侠的真面目了。
犯罪心理学，柯南是你。哎，我们还是要跟他讲话吗？不用。杀人啊！没良心的作恶过来的游荒们，将那些毫无良心的各路人马抽了30多人，就这样被劫去。抢钱就抢钱，还伤了上江湖这些好家丁，江大侠好像也受伤了。江北鹤龙的同阎王们挂钩，怎会任人杀戮家丁，自己还受伤？但海师爹不可能不顾女儿幸福就劫走银两，这也难说。假如是哈赫，就有可能把我宰了。大话你向杜古沙图教将万春牛骗电椅的钱，总之要先混入府中道探查。现在想怎么样？要不要紧？感谢各位乡亲的关心，阎王们作乱之事，毕府已经报官处理。不过我家人抗敌受伤，虽无大碍，不过大夫交代不宜见客，所以无论是谁拜帖，一概请回。至于乡亲，还是请快各自回工作岗位才是。怎么办？总不能这样明目张胆闯进去吧？没问题，我会教你一点简单的易容术，跟我过来。我第一次改装男装，好不习惯，会不会被人瞧着破绽呢？没问题的，你性格这么像男孩子，别人多半瞧不出来。你欠揍吗？喂，你们两个跑哪里混了？我都把尸体收完，你们才回来，好吃懒做，要我们老爷养伤在床。现在摸摸鱼，就狠狠骂一个。快进屋准备一下，去看老爷有没有什么要事交代。铁心呢？怎么到现在和霍浩缺在一起？知道了，这种时候你就只在一旁笑。华少侠。还让我帮你来一趟，真不好意思。其实老夫没什么大碍。前辈别这样子说，吴缺初出江湖，以魔影多方提携，吃住尚且不论，光是人脉方面的帮助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而且你还常常请人照顾铁姑娘。别这样讲，铁姑娘落落大方，我很早就想有一个这样的女儿，哪像我那不成才的犬子。别这样说，贵公子在武当门下也是日渐成名的少侠，都是江大侠不用再送我断绸糕点，还是什么小饰品，我一个人实在用不了这么多，最后还不送给别人做人情。你安排十座的恩情，已经难以回报了。能照顾花公子的朋友，才是江某最大的荣幸。钱财本乃身外之物，又有这种鱼乳的皮肤用，还不如恭敬两位鄙人。或是给黄河灾民使用。原来花无缺这样在乎铁心了，看样子江别鹤看准这一点，知道花无缺不受非分之礼，就竟往铁妞下手。小兰一定和以前一样，假如别人很客气或很委婉的拜托他，他多半不会推辞。说到这件事，老夫真是没用，空练30年功夫，竟然被一群狂徒偷袭就不行了。可惜好不容易卖个老脸，向江湖通道凑了些钱，这下我可没脸再见到他们。前辈的恩德大家都知道，这件事没人会怪你的。铁姑娘，江大侠也累了，咱们先离开，去探探阎王门的消息，看能不能寻回这笔钱。好，那江大侠我们就先告退了。是我失礼，不能送客。你现在别认出了，不然就穿帮了。怎么了吗？不是，眼神有点像，我认出人了。我还期待什么？他又不是我什么人，我既没接受他，他也没说爱过我。他选择花无缺是正确的，人家是身世日万的少年英雄，我呢？自己只是个浪子一个。
好了，我要好好休息，你们两人先退下，记得我一概不见客。是。老秘门。江比赫根本没有病，有鬼，他走了吧，咱们进去调查一下。哦，江比赫人呢？这里藏着人皮面具的制作原料，这厮有翼龙术、银票和奸细名册，峨眉武当少林、少林火攻和尚。小玉儿，你看，是这个了，伪造夜南天宝藏图的纸张原料，果然是江别鹤搞的鬼，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你用区区几张破纸就能惹得武林这么多高手自相残杀，峨眉已经为了假宝藏的事元气大伤，看来我们的大计已经一步一步实现。这家伙是谁？这声音好熟啊，是追笑眯眯的那个魏无涯。神奇道长其实心眼小得很，这是上苍祖师灵错的事，他敢连四贵爷那个老贼兔都恨上，峨眉与少林将有些嫌隙，这下子该阎王们向少林出手了。还有火焰王兄，那些阵营你都收好了吧？计划什么？分化了少林、峨眉，是谁会得到好处？黄河水灾阵营原来是江北鹤阎王们弄走，要这么多钱要干什么大事？还有，魏无涯就是火焰王，那么魏无心替阎王们铲除异界，那不是被利用了吗？怎么那么多问题，脑子一下转不开来。放心好了，魏无心那傻小子办事心狠手辣，被利用都不知道，倒是你这狠下心，连家丁被杀都不在乎，我跟你合作有点怕怕的。你阎王们抢阵营，我就这样赖到黄花峰身上，实在难以取信于人，而且我拼到这么多捐款，不牺牲几个家伙不行，反而是你魏无心弄什么护法座，他们就服服帖帖，到现在还不知道阎王们掌门就是杀父仇人。我也担心被你利用啊，他要报杀父之仇，想练好功夫，只要拿阎王们的魔功当幌子，他就会对我唯命是从，再给他安个护法的位置，他连姓什么都忘了。你我互相合作，各取所需，谈什么利用不利用，多伤感情啊。火眼网你从我魔功，我怎地练起来觉得怪怪的？我不是要给你悬灵膏，配合服用效果才好。好了，既然已经决定从少林下手，我这就安排去。哼，老妖怪，想用悬灵膏骗我，明明是麻药，越用瘾头越大，等我当上武林盟主时，马上揪起各门派灭了阎王们。他们刚刚都在说些什么？我只觉得还有什么大阴谋。我想通了，两只老狐狸互相利用，江别鹤、火影王一人取名，一人取利，一个人在江湖上为非作歹，削弱各门派实力，再有扮演大侠的江别鹤到处场间除恶，博取名声，好稳当地变成武林盟主。后面的事八成是两人约好，以白道掩护黑道，互取所需。但是怕分赃不均，秘密泄露，又要随时提防对方谋生杀意。为无心被利用的事，要快告诉他，免得他一错再错。他下一个目的地应该在少林，我们快点去。我瞧两位灭生，难还倒是眼花。我家可没有步履成滚的家谱，
两位请现身吧。糟，走路不小心泄了武功底子，而且这个江明朗他爹的功夫不知道远高出他几倍。哈哈，前辈好功夫。我听小雪说过，以后遇到一个面上带疤的少年要提防。你叫小鱼儿是吧？圈子可是对你称赞有加呢，只不过知道太多的人只有死。过奖过奖，我对令公子是佩服得很，一定是你教导有方。过奖了，你们还不陪我动手，就陪我的宠物玩玩吧。啊，你的宠物，这是你的宠物。哇塞，这个机器人很强哦。他怎么不会痛？有痛！我看一下哦，神月道法。嘿呀！哦，好像很强。有痛！四说心语。这里的秘密迟早会被揭穿，就让你们这对脱命鸳鸯一块火葬。我先告退了。相比和杀人，竟然掩面证物，做来一摊验收尸时，一定以为两个盗匪纵火烧屋却逃不出去。哼，有块想法子还在傻笑。人家说詹姆斯同命鸳鸯，谁要跟你做烤鸳鸯？听说人压力大时，太大会精神错乱，你恐怕快疯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躺了多久？是爹救了你，你睡了两夜了。是你一直照顾我吗？嗯。哈，本以为男人过了四十都是一些变态的色色老头，还红猪，没想到你爹这么风趣。爹，你又在拐骗女孩子的，别跟人家说些不三不四的东西。你们看看我这是什么女儿，后来老汉在长江啊活了30余年，一条回一尾活龙，看大半辈子怪事拿出来讲讲都不行。孩子的娘啊，我就是投水陪你去。海大叔别冲动，这个妇女在耍什么宝？因为别看她骗的，爹在江就这样游啊飘啊，再做些鱼虾生吃还能活个两三天，自从娘走了以后她就老爱闹别扭，难怪黄黄风帮中会解散，还要我撑起帮务。既然不想管事就别乱说，免得我事后又再说烂摊子。对不起，我能不能问问我是怎么被救的？我跟你们去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们黄黄风被诬陷，为了真的洗刷冤屈，为什么不能去？不方便就不方便，你会造成我们很多不方便。你自己想想，在四海镇江岸被小悲伤打扮的模样，我们没时间照顾小女孩。亲，干嘛这么恶霸？其实旅途多个温柔体贴女孩子照顾也是很不错的。说，江湖行走凶险多，你爹还在，没有跟着我们送死。没错，珠儿越长越像他娘，我就越舍不得去他去冒险，就麻烦两位帮我辨明清白就好。而且万一我什么时候旅费欠的时候，我可会买了小仙女。你敢？哼，没关系。反正我一定会逃出来追上你，把你千刀万剐。海大妹子，你敢被卖入不良场所吗？我到底能不能？祖儿，爹你妈要忍着好哭，你还是好好伴着爹吧。小玉儿，我们上少林寺去。祖儿，爹可以说说了吧？这倒可以说详细些。那时我在宜昌采买，突然见江湖火光升起，知道有问题。冲进去时已是火焰四脉，听到墙后嘣嘣作响，就撞开密门救出你们两人。那时愚兄好像吸太多毒烟昏死过去，张姑娘 正在旁照顾。怎么样，现在这个女孩子不好找了哟？那时我的确在大吼大叫，不过小仙女在暗示什么吗？江比和宇文们这次是黄河阵营解毒的共谋，
现在苦无证据。不过他们下一个目标是少林，我们得赶紧去破坏奸谋。爹，你为什么这么讨厌？难道要女儿一辈子困在你身旁？我讨厌你。哎，吴家有女初长成，见到情郎先有个他，一个男孩带两个女孩成何体统？张青刁蛮任性，害红珠同事同处已经受气，还是完全以姓埋名，淡泊名利，才能无忧无虑啊！珠儿要何时才能看破？对不起啊，我想是要少林学艺，这位丈人请问打哪走？哎呀，你们老夫就问对人了，我前日才从少林山打赏回来，正好告诉你这路况。路况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黄河水患还未解决，没想到河南又降大雨，要封住要道，这一阵子要追上少林可要等上一阵。丈人是说路头都被阻住，要等水退了是吧？没错，我刚出了宜昌啊，就乖乖走树林，到了四海镇歇歇后再上少林比较安全。好，多谢丈人指点，那我就上路了。哪里哪里，年轻人好好努力是国家之福，我帮忙都来不及啊，何必言谢。